包刷兵马给你，接受给你才马干好就变成。哥，三四秒下，如果中。台南三十大美食蔡阿嘎一口气念完，脸不红气不喘，只花十四秒就赢过卢广仲。台语美食绕口令把台南小王子卢广仲逼到崩溃，实际找来甲乙彭彦沈玉玲和乡土剧天菜六哲来试试看。对，开始。我最爱吃炸蛋，炸蛋我拢吃蚵仔面线、臭豆腐、碗粿。甘肃鸡米苔肉饼、红椒饼、红茶饼、润饼、挂包、炒饼、肉鸡米、甘肃鸡米苔肉跟红椒饼。那二十五六秒，我觉得应该算厉害的啦 ，OK 了。哦，十四秒那个真的算很厉害的，因为我觉得我再怎么熟悉，说要弄到十四秒，我觉得可能连我也办不到。OK 啦，我觉得还不错，至少没有丢那个我们台语系的人的脸。综艺咖和乡土挂念起台语绕口令抽级六，但两人还是输给蔡阿嘎。台语绕口令到底有多难？我们实际找人测试给你看。我总爱吃炸蛋，炸蛋我拢吃蚵仔面。熟悉的就六十秒，你们念得完吗？你觉得谁会？蔡阿嘎，蔡阿嘎，他很搞怪，感觉他就很会。我喜欢吃炸蛋，炸蛋我拢爱吃蚵仔面，炸蛋我爱听不到蛋糕米糕。不愧是台语界的小王子，蔡阿嘎打趴沈玉玲、亮哲和卢广仲，哥哥真的有练过，能不能打破三十到十四秒的记录？你在家不妨也可以试试看。甄黄靖，我们台北找不到。